这八个字要一起念下。啊，业心不乱，专持名号，正同于唐一之细念不乱。啊，细念不乱，你看罗什大师翻译的是一心不乱，玄奘大师翻译的是细念不乱，这两句差别很大。一心不乱不容易做到啊，所以有很多初学的人看到这个《弥陀经》这一句，就想到我做不到啊，信心就没有了啊。如果看到玄奘大师所翻译的，那是梵文的原本，梵文原本不是一心，是心念啊。那心念不乱去，我们想想，努力一点还可以做到啊，确实是帮助初学人建立信心啊。所以称名就是我们今天讲支持名号，我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阿弥陀佛，在行门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，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无量无边无尽法门里面，念佛是第一得了啊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真如自信的德号啊，它不是别的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我们的自信。你看这个名号可以翻成中国意思啊，不翻是为了尊重啊。翻出了什么意思呢？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啊，无量觉是自信的，是信德了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谚语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名号的这个意思啊，自信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。我们天天念这个，念字在字啊，念久了不知不觉就明心见性了。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啊？不知不觉就见性啊。到什么时候见性呢？一心不乱，专持名号就见性。那我们今天念佛效果不大，那就是我们不是一心，杂心念佛啊，我们是乱心念佛，不是一心，这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佛号不灵，那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心。我们的业障很重啊，不要说过去，这一生所造的业，我们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消除？啊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不知道造多少业啊，肯定是造的善业少恶业多啊。为什么啊？你看一个现象，你细心去观察去思维，人学好难，学坏很容易。你从这里学，你也能觉悟啊。我们无量劫来造的善业恶业哪个多啊？肯定是恶业多啊。
啊，那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，《表法明门论》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阿赖耶里面相应的善善心所是一个，恶心所26个，超过一倍还不止啊！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当然不善的那个念头力量大，善的力量薄弱，没那么大啊。啊，又何况我们外面环境在这诱导我们，啊，学圣贤、学佛菩萨，这个缘很殊胜，不是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啊，能够引发你的善心所。啊，那离开佛堂，你走进社会，那个染污是引发你的恶心所。你恶心所有26个，你要晓得善心所只有11个，哪个力量大？啊，学佛的人在佛堂还不错，啊，2个钟点来听经啊，啊，可是，一走到外面呢，2-3分钟。我们这2个钟点效果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啊，然后你才真正相信，不怀疑了，念佛功德无比殊胜。你真相信了。啊，古德有一句话说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有道理啊。啊，为什么念经不如念咒？经长，咒很短，容易摄心呢。啊，念咒不如念佛，咒也很长，那这一句佛号就4个字。这没比这更短的了，越短越容易摄心啊！你看佛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，特别是临命终时，10念必生啊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10个念头啊，这10个念头时间很短了啊，1分钟的时间足够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10分钟足够了。哎，这里的确实不会有一个杂念的。啊，你从这些方方面面去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你才晓得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殊胜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特别给我们介绍？啊，一生当中多次宣讲这部经，真正是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让我们助罪消灭，成就多善根福德因缘。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。宋代圆照寺载如灵芝书啊，圆照法师有阿弥陀经的注解，大藏经里有叫灵芝素，
他这个书里有这21个字。明朝居安法师也推崇十本啊，就十经啊，就是都指这20个字，21个字。优希大师与元中朝啊，这是弥陀经三种最重要的注解之一啊，弥陀经古大的祖师大德的注解，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疏钞，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，第三个就是优希大师的云中钞啊，这个是学习弥陀经不能不读的啊，这三部古著。云中钞里头也说，是经传我说，凡度习者应以古本而增正之啊，他有这个建议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鸠摩罗什大师这个弥陀经本子，它里面少了21个字，这21个字应当把它补进去啊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慧本呢，亦先得意补入此21字啊，这个慧本是下莲居老居士阿弥陀经的汇集本啊，这21个字补进去了啊，于是慧本既备年已之长，复补情已之实，甚意备显意其正解啊。那么这几句话是念老对老师的赞叹啊，老师这个慧本啊，这是两种翻译的长处都保留了啊，又把这个六朝十经这个21个字也补进去了啊，这甚意备显，这个甚意是释迦牟尼佛啊，甚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意思就圆满了，都显示出来了啊，让我们后学的人啊容易得到正确的理解。于是情以原文啊，这是念老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弥陀经的原文应该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啊，他还特别注了这8个字要一起念下啊，一心不乱专持名号，正同于唐遗址细念不乱啊，细念不乱。你看罗什大师翻译的是一心不乱，玄奘大师翻译的是细念不乱，这两句差别很大，一心不乱不容易做到啊，所以有很多初学的人看到这个弥陀经这一句就想到我做不到啊，信心就没有了啊。如果看到玄奘大师所翻译的，那是梵文的原本，梵文原本不是一心，是心念啊，那心念不乱去，我们想想努力一点还可以做到啊，确实
是帮助初学人建立信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